我现在要去见我一个新认识的 YouTuber 朋友，后来才发现说他家离我家超近的，我们都住在同一区。然后等一下我也要跟他介绍一下我在韩国的创意辣火鸡面吃法，因为其实在韩国蛮多人都会把辣火鸡面配上很多配料一起吃，只是因为在台湾我们比较不习惯这个吃法，这样单吃就有点可惜。然后我现在去的地方是他自己开的烧肉店，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美食交流的概念这样子。呼叫老爸下来，不是这个吗？这是烧肉店，然后我们在这边吗？哦，好。那间也是我的店，我的办公室。你怎么那么多店？他就是老爸。对，我是正。哇，老爸事业做很大，超神奇的。你为什么会看我频道？因为就是。看那个不能去明洞的地方。你又没有，你有去韩国旅游吗？有去过两次啦，我老婆喜欢哦。我就知道，我是最近才发现老爸的频道，然后我就一直去留言，然后老爸说，他有看过我的，就很诧异。不会啊，我很早就知道你了，因为我的频道都是女生。哦，对，都是拍韩系的。对啊，然后你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又那个，对，就是都羡慕人家长得太帅。没有啦，因为你很亲切啊，我觉得你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种淡淡的亲切。我礼拜一直播的时候，我有说特别来说，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直播有讲到我，就是看到有人在下面回答说他们大家很想要听我的韩国谚语。对啊，等一下我韩国谚语。然后就想说什么东西，我怎么都不知道，差点要被阴了。等一下我就往那个私生活上切入，对不对？你的小酒馆这样的灯就够了吗？因为啊，没有那么大。这个灯光下，我的嘴唇都变成黑色的了。后面装了灯之后，我整个脸色都好很多了。刚刚的嘴唇真的看起来快像很要中毒哎。没有他的。我跟老爸的小酒馆拍完了。爸爸的嗨。结果我完全没事，他已经脸红成瓜了。我觉得这一集很期待，因为艾琳讲的一些平常不会讲的。这个真的我比较少在我频道讲啊，真的就是被他灌酒。哪有？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出一系列，真的。很期待艾琳多讲一些这些有关于韩国的爱情啊，或台湾爱情。哎呦，我真的不是走这个路线的。你们想要看的话，就去可以去看一下之后。然后我们刚才就是在他的烧肉店里面拍。所以我刚才马上就预约了，我这礼拜六想要来吃，那我马上带你们去看老爸的店 ，Go Go。现在场景马上来到老爸的店啦，老爸的店名叫好男人，就跟他的那个工作室 Better Man 一样。Chick with some attitude, why you stick to your latitude? I've been different in passing you funny how we learn the most. 对啊，如果可以讲的话，你就讲。然后如果你讲完之后，你觉得要把脸遮住再跟我讲。你的男朋友在Tinder上认识的，对不对？对。那你觉得在交友软件上面成功交到男朋友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啊，对。就是你真的是要抱持一个。对这个人一点期望值都没有。他刚刚说的就是不要有期待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放在软件上的时候就跟没有抱有期待说一定要交到男朋友还是怎么样，就只是想要认识人来前。对，然后是真的要约出来见面，实际上还是送别人的感觉。可是有这么多人，你会不会应该也会遇到不少怪人？我觉得关键就是你真的不要很快就约出来见面，不要很快约出来见面。然后就是可以多认识的话，就多认识再见面。所以你说说，可能多花一点时间跟他聊天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出来见面。一般很快见面的，就真的就是很想要约炮之类的。哦，就是可能那个男生如果一直想要跟你见面的话，就可能要有一点防备。自己觉得啦。因为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不是说真的很想要马上见面，所以我们会一直聊天。我觉得你一直聊天的话，会比较不一样。那在那个过程中，你有好几个，还是就跟这个聊？好几个。你在真的交到这个男朋友之前，有在上面要花很多时间才交得到，还是说其实好像蛮快的，很快就交到？因为我跟男友认识了快一年，我们才见面。哇，对，
哇，他也愿意跟你这样子耗一年。就是我们两个刚开始不是抱持的这个女生是我要交往的对象在认识，就是在当排遣时间这样。对啊，感谢我朋友提供的交友经验，因为我最近也在收集大家成功的经验这样。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玩听的就很乱？我觉得交友软体很乱的人还蛮多的，因为实际上好像蛮多人在上面，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像你能够这样子真的找到一个跟你聊天聊了一年才约出来见面的，还蛮难得的。对啊，我有看到我有玩听的人对我有贴上话的标签。真的、啊？你会推荐单身的人去玩听的？其实不建议耶。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听的人对他们真的蛮多心的，就是动机不单纯。对啊。甚至你自己都会有被伤。谢谢我朋友跟我的分享，让我来听骚扰。很像在吃炸桂冠汤圆，然后里面的流沙这样子，哦，真的好吃，这个要点。那我们现在吃完了，刚好前面几支影片有讲到说为什么不喜欢用交友软体，但是我也有成功用听着交到男朋友的朋友，所以其实就是各有好坏要取舍，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完全是看说你的个性还有你现在的年龄层的阶段，觉得使用哪一种方式找对象的 CP 值比较高，我是这样觉得啦。然后我在老爸的小酒馆里面也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韩国男生的感情之类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要记得去看哦。那希望你们喜欢我这次简单的 vlog， 我们快下个影片见啦，拜拜。那我下一个，所以我等一下，那我等一下，那我马上就带你们。我拍片会跟我很像。我跟你讲，那我等一下，那我等啊，那啊像，哎，等一下，对对对，那我马上带你们去吃老爸的店吧 ，Let's go， 走，对对对，那我马上带你们去看老爸的店 ，Go Go。Better，就是我们好男人，人生会过得更好，真的，就是 Better 就是更好的意思，就是。无论怎样都要过得更好，我觉得真的很棒。欢迎大家去收看老爸的更好频道。China set for those who think that I ain't work for this, the same ones who ain't find it yet. At times I doubted I'd remember what my dad said. Put the work in early, it'll pay off on the back end. And now I'm looking back on all my mind is letting me. I was 18 looking for dreams and some memories. Little did I know that I'd become the man I'm near, and it's been molded by a culture and these years of experience. You see, I fell in love, I found a family beyond my own. I learned to live, I'm out here now, but I'm not alone.
came to the city with a checklist, and now I leave it filled with all X's. Thank you for it all.